我们著名的八大景观叫做林龟摆尾，说的是乌龟的尾巴会摇会动，尾巴是石头所形成的，石头没有生命为什么会难得的摆动呢？其实是受到大自然力量的关系，像是现在冬天吹的东北季风，北风加上海浪的搬运作用，就会把乌龟的尾巴末端40多指肚吹到南边过去。季节转换到了夏天的时候，就是典型的东南风，南风非常强盛的时候，就会把尾巴呢再摆歪吹回到北边过来。整年度来看，就会发现到乌龟的尾巴会一向向南，一向向北，形成林龟摆尾这个奇景。最高的摆幅曾经有高达90度哦，非常的神奇。再来，还有一个现象叫林龟断尾，说乌龟的尾巴会断掉。现在看似完整如初的尾巴，其实呢是早期啊台湾的东北边受到台风侵袭的时候，乌龟的尾巴呢总会在末端大约100公尺处，大浪会打断掉。打断掉的尾巴，归根到底在观察发现。正常一两个礼拜要自动的填补回来，如果没有填补回来，龟身岛民就知道说这台风过后，后方还有台风即将要来袭，是早期龟身岛民在这岛上非常重要准确的一个气象观测依据。乌龟的尾巴往右手边看过去，山脚下看起来在平地的地方，其实里面的有着一座湖泊，叫做龟尾湖。早期龟山岛民所居住的地方，也就是在这龟尾湖畔的平地上面。所以呢，有看得到呢，有一栋橘黄色屋顶的庙宇，这是以前龟山岛民在岛上的信仰中心。岛民住在岛上的时候拜的是妈祖，叫做孔南宫。庙宇的前方有几栋楼房，是岛上非常有钱人家才住得起的房子。再来看到有三个水塔下方的建筑，这是以前岛上的最高学府龟山国民小学的旧遗址。那全盛时期呢，这边就住了750几个龟山岛民，106户的人家，共同住在这龟尾湖的平地上面。后来呢，在民国66年，就因为经济、教育、医疗、婚姻而来选择离开龟山岛，迁往头城大溪坊山脚下，早期叫仁者社区，现在也更名正名为龟山里。同年国军因为军事需求关系接管整座岛屿，就把庙改供奉为观音，而叫富国岩。也有看到一座码头，是龟山岛上面的南岸登岛码头，相对着另外一侧北边的一座北岸的登岛码头，两座码头位于当下的状况，然后互相调配来做一个使用。那龟山岛上面的人文历史呢，我们就初步介绍到这里。下回有机会来登岛的时候，岛上的故事相当的精彩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来看一下龟山岛外围的火山地质景观。首先在船的9点钟方位，看到这一座山丘叫做安山熔岩丘，也就是安山岩。它的形成结构非常的特别，是火山爆发的后期。火山的熔岩呢，也就是岩浆，独立在这边上挤压高势的方式，并把熔岩挤出来而形成这天然的屏障。由于安山岩它的属性紧实又坚硬，所以呢，能看到什么？军事战备登岛口。这是国军在民国66年因为军事需求关系，派遣200多辆兵的陈守峰，花费4年的时间所打造而成的8个军事战备登岛，有3座90峰发炮，4座40公里发炮，还有1座的机枪。唯独呢，现在最左手边看到还有一只绿色炮管朝向外面的那一座，是现在还有对外开放的一个1号90炮炮，是一个基于安全的考量，通通没有对外来做开放。如果有登岛，也都到里面来参观，来感受一下早期金门妈祖战备前线的一个状态。很多嘉宾们都相争的在拍照了，来拍什么？也就是要拍什么乌龟的头部，因为呢，乌龟的头部已经慢慢的显露出来了。现在呢，面对岛屿最右手边啊，所显露出来的这座山就是乌龟的头部。而且呢，船呢也即将来到整座岛屿最像乌龟的两个角度之一，就是这西南边，另外是它的对称边东北边。所以呢，接下来龟山岛它的相似度、完整度就越来越像海上的一只巨大的乌龟。赶快来拍照哦，因为船航行过去呢，就不再够回头了。好，乌龟头部呢就在最右手边，面对岛屿最右手边那一座山，就是乌龟的头部啊。
在现在的船的九点钟方位呢，一个龟山岛著名的景观叫做五指峰，在半山腰约130公尺高的地方，这里有矗立的一座山峰，上面还铺着几块尖尖的石头，它好像一个手掌矗立在这边一样。这个景观呢，也被称为五指峰，像不像？三分像，七分好。好，小民们来做一个想象。有没有发现到呢？现在看到的龟山岛，它的山势非常陡峭，而且这边看到的颜色跟刚刚稍早所看到绿色的山啊，完全的不同。为什么这南边的景象会是如此呢？因为呢，南边是近火山的爆裂口，火山在爆发的时候，它的碎碎岩呢会降落，涵盖于这南边的部分比较多。而这种碎碎岩的性质就是交叠性不高，抗风化能力不强，容易松动。容易松动呢，再加上连日的好大雨以及大大小小的地震，上方的花草树木来不及生长，也伴随着土石给崩落了下来，而形成这危岩残壁的景观。危岩残壁也是我们八大景观其中的一景，因此呢，也有历史学者依据这样的现象。叫做钟乳石洞湾区，也被称为眼镜洞。渐渐的就会发现到其中有两个孩子洞，照相镜就神似护眼镜一副眼镜，所以呢就称为变成眼镜洞。那么这个石洞的这个海域呢，现在传的这个位置就是以前李嘉诚所称的龟山岛的地方。在民国76年台湾分解后的那几年，北方的东北季风的夜晚，龟山岛的南边属于背风处，就像现在这样子，北边跟南边的风非常的多。当时因为南北两大陆运来影响，东北风来到北边去，总是不是还有十几年的风来聚集在这边，所以当时呢，这里就被称为龟山岛海上夜市。龟山岛如何来看地图？它是两座的台头火山，在这种地区的地方所形成的。嘉宾们都有拍到这影响海水的哈，那为什么海水的颜色会变得不一样？因为这个是在我们山顶上方的水深的区域，35公尺处底下还有8-9度的涌泉在做喷发，这涌泉喷发出来有100公尺的涌泉喷发，硫磺造就海水颜色的不同，硫磺喷发出来将海水结成一些不同的变化。
度的高温，但是这高温的水域来不及上升到它表面，跟大海的温度就是一样的。而且呢，它的水质尖端的水域 pH 值是3.2以下，所以学生呢这边就没有办法开发来做使用。来，我们船总部分哦，退到了船后来好吗？哎，不要再玩住了，不要再逞强哦，因为海水龙不断都会打上来的。来哦，因为我们现在来退到我们船后来了。啊，我们出了龟山岛之后呢，就没有龟山岛的水流量，待会进攻后面攻后面攻，船总部来拿上来，先到船尾来。船后一次这么坚强吗？好，那就随你们喽哈。好，那么呢，在这个高温及高酸的出水口附近呢，却有一样生物生活在这里，就是螃蟹。这种螃蟹呢，长时间生活在这高温高酸的出水口附近，是硫磺，就是一瞬间被高温杀死的浮游生物。来，这边现在交界处海水差异性，颜色非常明显，非常漂亮，赶快来做拍照。这个景象不输给来观赏鲸豚哦，赶快拍照。龟山岛才有这个物种，然后就把它叫乌龟怪螃蟹，跟硫磺怪螃蟹，这种螃蟹不能吃啊，因为它是水里的硫磺。还有呢，它喜欢比较快吃三公分而已。来呢，现在就是这个龟山岛，我们要到外海来去找寻鲸豚，来去搜寻鲸豚。所以呢，龟山岛的南边是鲸豚布的地方，就介绍到这里。现在目光不要再看龟山岛。上呢有没有三角形的鲨鱼是背鳍，或者爆炸型的立体式水花？只要看到这两个特征呢，赶快来跟我们的服务人员说一下，指指那个方位，服务人员都会第一时间来为乡亲们来做一个确认。另外呢，海面上呢其实还有多方的赏金友们，现在呢鲸豚共同在海面上来去搜寻，一旦某艘船如果有发现到的时候，就会第一时间把鲸豚的经纬度给发布出来，每艘船船上都有配有无线电通话机，所以船长有没有得知这样的好消息？船长一直受到这样的好消息呢，就会第一时间来转达给各位嘉宾。所以呢，在这之前，嘉宾们先大家眼睛睁大一点，刚吃饱哈，力气都非常有啦。海面上来搜集看看，如果呢有发现到的同时呢，在现场再为嘉宾们来介绍一下，如果发现到的是什么样的种类，以及介绍它的相关情形、相关的特征。但是在这之前啊，还是要先跟嘉宾们讲一件事情，要共同建立一个观念，鲸豚是野生的，找得到才看得到，找不到真的两手一摊就没辙了哈。所以呢，赶快哦，眼睛睁大来找看一看哦。到达的中船了，啊，爬往了。
好。